兰之翼英里赛啊，准备，闸门打开了。那今年的克兰之一英里赛呢，就正式开跑了。那处在最外栏要抢领放的是这匹八号的名望之星，跟在他后面的就有青蛙王子，然后是林家准将。那另外呢，外面再上来的就还有黑贝，跟着守在马群的中间呢是超霸神驹。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呢，就有街头梦想，然后两个马位之后有马力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匹纵横天地了，它是守在内侧，跟着呢就有摇后上的圣十字啊，另外呢就还有闪电气旋，它是在内栏，而暂时殿后的呢则是闯将。现在距离前面领放的这个马匹已经有超过十个马位了。那现在在前面做步速的就是名望之星，继续带出有一个马位，紧跟在它后面的呢就是青蛙王子，然后是林家准将在内侧，旁边呢就是超霸神驹，然后呢就还有这个黑贝。那跟着呢就是紫色彩衣的呢那是街头梦想了，后面还有圣十字啊。好了，在这个最后直程马匹开始要冲刺了。那现在看到的就是中间上来的青蛙王子先出头，但是他旁边是谁，就是林家准将了。林家准将现在是贴着这个青蛙王子来跑，而且很快就压过了这匹青蛙王子。看看后面啊，后面冲上来的马匹有闪电气旋啊，另外呢就是马力。好了，这个林家准将啊，在前面已经带出有三个夺马位，闪电气旋在后面追上来，林家准将胜出了克兰之一英里赛，跟着是闪电气旋，然后呢还有马力，再来才是青蛙王子，接着有圣十字啊，另外呢就是这个超霸神驹，接着就是外面上来的有闯将啊，跟着呢就还有纵横天地、黑贝、名望之星、街头梦想，哎，最后还有一匹远远过终点的呢，就是这个九号的部长了。